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西丽乐龄中心的跳舞班长辈，常常在静文公园内边跳舞活动，交朋友，增加生活的趣味。今年因参加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举办的阿公阿妈健康活力秀，摕到中区竞赛的最佳活力奖，和参加阿公阿妈拢非常欢喜。随着音乐声，阿公阿妈展现自信，充满活力，跳出健康。这是西丽乐龄中心的跳舞班，在这不但安排丰富的课程，让长辈在跳舞上更加进步。今年因参加比赛，更是得到上有活力的肯定。每个礼拜二早上九点，在我们公园里头陪阿公阿妈们一起快乐的跳舞。我们这一次代表云林县参加中区决赛。我们获得最佳活力奖，阿妈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，是在我心目当中，他们是最棒的阿公跟阿妈。为着要让长辈会当接近主人，所以跳舞的所在就选在静文公园，就是希望让长辈在舒适的环境当中，培养对跳舞的兴趣，增加生活的趣味。对，我们就在这边哈，空气好，环境好啊，大家在这里哈，能够尽情的舞动。大家呢每天都笑嘻嘻，很快乐，很开心。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充实。你八十八岁啊，跳这啊，敢会感觉足困难呢？没啦，真快乐嘞！我都跳舞啊，我喜欢跳舞，喜欢运动啦。所以呢，跳舞的节目我都唔来。将运动、健身、音乐、等等全部结合在舞蹈当中，让长辈活动筋骨、交朋友，也让爱跳舞的阿公阿妈有一个舞台展现所学到的成果。较早少年无得跳啦，拢袂晓，无得跳啦，甲老大学的啦。啊，即摆学完感觉什么款？我那袂歹啊，真好啊，好，我跳舞对咱身体足好个啊，有咧活力活动足好个啊。啊，有位大哥吼，伊讲吼，咱队个欠打波的，爱伊先来，爱甲牵来。啊，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吼，跳这个舞蹈，吼、哦，第一个能够健身，吼、哦，第二个身心能够得到愉快，吼、哦，啊，够耍了，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。在咧乐龄中心的阿公阿妈跳出健康，充满自信。若是对跳舞有兴趣的时代，也欢迎做伙加入，将生活过较充实个快乐。记者彭志基昌报道。